机械舞，我们看有机械舞啊。我们有谁会？Welcome everybody in the house, say ho ho ho. Welcome everybody in the house, say yo ho, oh yeah. 什么东西啊？光哥，机器舞可以，我们来同样音乐，机械舞会吗？会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来，看下面，看下面 ，Come on, go！ 哦 ，Everybody kick up, everybody kick, everybody kick up in the air, come on, everybody kick up high！ 现在打棒球，还可以打棒球，打棒球，准备投出 ，Baby the Lami你看看，两队都其实很优秀。我们呢，为什么要让他们尽情发挥呢？两位，你看，这是最近中日两国也友好。中日两国哈，虽然最近江泽民要访问日本，已经访问日本了哈，已经访问日本了。但是日本呢，依然是要支持我们台湾的。这各位知道哈。我台湾跟日本本来就是像友谊之邦一样。我怕被江泽民给出卖了噻。那我回去跟我干爹讲一下。您干爹是？董建华。小董嘛，老董，董建华。董建华也要看江泽民。他也看他面子噻。那就算了。来，我们现在评审呢，刚刚看到他们精彩表演。这边是红队哦，这边是白队。来，请起立。红队加油！请给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我压倒性的胜利，我看不到，我色盲啊！啊，对不？色盲看不到。谁上面写开嘴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们的表演，你们真的表演得很好。原来平常心嘛。但是平常心讲呢，他们的舞蹈呢，这个原则上的技巧上面呢，跟你们是团结很好。对。他们的整体搭配得很好。很好。整体没有 miss 掉一个，你们还是最优秀的，再掌声给他鼓励鼓励。鼓励鼓励哈。好，红队赢了啊！现在是2-0啦！好，谢谢酷妹以及我们 boss。现在我们进行我们的第四回合的广告，变变变！哎，好，马上我们的红队呢派出的代表呢是我们龙翔，介翔先生哈。马上，因为红队，你看红白是马上就穿一个红色的。是是是，我这个像是红包走出来的。这个还有个 boss 啊，还有 boss 今天这个身负重任 ，boss 刚刚很辛苦啊。你这个什么样子 ？boss 来，所以 boss 刚刚的舞蹈没表演，是准备留保留实力在这一块。他又有他又有他，你看贵宾狗，你们拍宝路啊？什么话？这是属于什么狗？对呀，罗威纳，罗威纳，獒犬，你看头中獒犬。什么话？来，我们的广告变变变呢？他们两位带来什么广告呢？你们能派出谁嘛？我们呐。我们怕派出来你们马上受不了啊！尤其今天又是一袭迷你裙啊！对，我们的忠贞，忠贞，忠贞，我们就先从这边看起好了。你们拍的什么？我们先卖个关子嘛，好。哎，来，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红队拍出的广告，变变变！首先，先来看看盲流片的 Part One。你累了吗？你累了吗？盲妞让你精力充沛。老公，我明天要验的尿在哪里？接着再来看看盲妞片的 Part Two。你累了吗？你累了吗？盲妞让你精力充沛。老公，老公，我的老鼠药在哪里？来，请你看到没有？这个。
自己看着自己都恶心的呀。太冷了，盲牛。盲牛。他画女装啊，最后把那个整颗粉饼都画完了。对对对，脸上毫无顾忌的在我脸上乱乱擦那个。可是 boss 演的也很好啊，他演那个瘦的真的很像。很像啊。结果又喝老鼠药啊，然后又喝他的尿啊。应该要帮他捶背嘛。对啊，但那个没拍到，也没有床。哦，没有床，也没有睡衣，没有大床，对，没有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害怕了吗？有什么害怕的？但是不管你们认输，我们也要看一看。嗯，我们没有认输，我们哪有认输？我们绝对不认输。来，忠贞这次我们拍的是什么广告？换团。换团啊！什么叫换团？你是从这个团换这个团吗？旅行团换团。哎呦，光这个笑话就已经笑死人喽！哎呦，老板给我来一碗钢棒面，好不好？钢棒面，贡丸汤，拌面加卤蛋，卤蛋，蛋花汤，蛋花汤。你够了没？你这次是什么换什么团？是什么换团？那个什么三角形的饭团。哦，三角形的饭团啊，那嘎给。咦，有这个广告啊？有啊，都讲很浪漫的，对啊，都讲的什么？It's not the man。看一下，来看看，来精彩团玉饭团，饭团。先来看看人飞广告饭团篇。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これ丰腴鲜美的海老，加上清脆香甜的荸荠和凤梨，御饭团海老口味。接着再来看看广告变怎么变。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これ丰腴鲜美的海老，加上清脆香甜的荸荠和凤梨。三角的坚持，绝不穿四角红白玉内裤。接着再看看饭团片的 Part Two。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これ。丰腴鲜美的海老，加上清脆香甜的荸荠和凤梨。马上再来看看饭团片的 Part Three。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これ。丰腴鲜美的海老，加上清脆香甜的荸荠和凤梨。广告之后，猜猜看这次的结局到底怎么变？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これ。丰腴鲜美的海老，加上清脆香甜的荸荠和凤梨。广告拍的蛮有，饭团本无害，鸟粪有灾害，灾害，灾害。这鸟粪这个它很难控制的，听说被鸟粪滴到啊，嚯，要倒霉，倒霉很久了，是吗？哎，因为鸟在空中飞，它大便这么小，对不对？还能够刚好滴到时候，最刚刚嘴巴还打开啊，还好没打哈欠，运气更好。忠贞拍的不错，我有另外几枚拍一次广告一样，好像原来的广告。是啊，是我们制作单位多用心，创意也够，是是，对不对？来，评审请起立。刚刚是盲牛跟玉换团，哎，红队是盲牛，白队是换，白队是换团，来，请给分，支持一下，盲牛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，耶，红队获胜 ，Thank you，Peace， 红队干嘛？疯老头，哎，红队。不得了啊 ，boss， 今天是我们的福星哎！哎呀，来连过两关，连过两关了，这要过一关多难啊！哎呦，没连庄又摸一把了，哎呀，太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
哎呀，还是我们这个红西装带来好运。但是我们的作用也达到了。哦，刚才影片上面是不是有看到那个？不，内裤有吗？内裤有吗？三个口啊。阿皮麦怕白哈，哎衰哈，啊你阿皮给力，哎怕白输嘞，我们已经获胜了，耶、yeah. ！来红队加油加油加油，耶、yeah. 耶、yeah. ！也谢谢钟声啊，没关系，第五回大家都很用心，艺人的肯定，艺人的用心我们还是肯定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第五回合呢是模仿秀了，好、啊，今天模仿秀呢，我想你们白队要推出的代表是谁呢？好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欧汉声，哎、哦，来推荐呢大明星、哦，原来是新人的表演、啊，哎，来我们进行我们的推荐大明星。是啊，今天为您介绍这位新人可真猛呢。哈啊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啊，他叫陈玉轩，他学习了王菲可真是像着呢。我们来看看。好，陈玉轩，哇，有请。哎呀，这个算不是生面孔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死样子来了啊！啊，王菲的死样子。哎，王菲还真就这个样子。哎，您好，王菲小姐。您好。您好。哎，怎么没声音？有。您别生气，我们最怕您生气了哈。是。我没生气呀、啊，我哪那么大的气嘞？这次来冲冲气，冲冲来的几天呢？好像综艺节目都很少上啊。对。对、啊、唱歌嘛，上什么综艺节目？啊哎呦，唱歌不上综艺节目到哪唱？您到哪唱啊您？我开演唱会啊！哎呦，开演唱会，那今天认识我们算有面子了。对对对，能够来到红白胜利啊！是您代表的白队、啊，您会不高兴吗？啊不，他好高兴啊他。我挺高兴的，还好了，没那么高兴。好。天哪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来了。哈，今天带来几首歌曲呢？今天、哎、有练习的情况啊，我们也看一下。他还要练习吗？这是笑话一桩。这是笑话呢。蛮好笑的，我也觉得，别看了嘛。哎，王菲就这个性啊，看什么练习 VCR？、啊、不能别看了，别看，我们时间怎么拖过去了吗？还是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练习情况。这首歌曲是执迷不悔，来我们再给陈奕迅加油，来掌声鼓励，王菲，心敏感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，你并是我又怎能了解，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，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，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找出谜底，只是这一次这只是自己而不是谁，那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孤独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，接下来带来是闷啊，
耶。半途而废啊！你无所谓了，少了自由，怎么海阔天空？这是自作自受自怜。半途而废了，你不后悔？半路断了退路，还等什么幸福？鼓励鼓励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，还唱现场。哎，王菲的歌没有一首好唱的，而且更难能可贵，她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啊，用三个不同角色来模仿。哦，她用执迷不悔、闷、半途而废来唱一首歌《王菲》。哎呦，啊不是，什么话？对王菲的唱三首。无聊的。嗯，真是。哎，您是哪一队的？我请你来，你听说我挺无聊的。他的个性仗义直言呐、啊，你们队有什么说什么啊？是，他就是这副德性、啊。而且您看他这插的还是咱们这现在最流行叫晒伤妆。哎呦，你台湾的太阳比较毒啊。比较毒嘛啊？你是晒伤的还是画的？还是被猫抓伤了？你挺无聊的，我挺无聊的，我知道，我卑鄙，我下流，我无聊，我不是人，哎，我不是个东西。你模仿的真的是很像陈玉轩，对不对？陈玉轩，我们这边也要推荐大明星哦，他的模仿真的了得，他表演已经是算是歌坛天后了。是没错，但是你要看看我们这边表演，陈玉轩就觉得说我们这边真的实力很强。哎呦，哎，王菲，您骂他一下啊？哎，干嘛骂我啊？啊不不。这个比赛本来就是有竞争吗？啊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咱们来看看啊，咱们来看看，我们是请我们的庄，哎，我们请庄子，我名字都念出来了。哎，我们请我们龙翔来推荐。耶！哎，我们请我们龙翔来推荐。耶！看到了没有？本人啊，这个道具也不用，因为没有那个没办法穿，你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也够大，哎，还挡得住。哎，开玩笑，不用那个板子就可以了。不用不用，这个马上可以挡住。但是刚才这位是女士，是吧？女士模仿女士，那就你眼睛瞎了，这女生还看不出来。哦，对，那但是我们这位呢，是一位男士要模仿女生哦。哦。庄昭明19岁，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哎。
天后，我们叫小天后啊。你们叫我们叫天后，你们是不落人后啊。不，谢谢。好，你庄兆明要模仿的是徐怀钰，一个男生可以模仿徐怀钰吗？表示很厉害啊，徐怀也就这种身材啊。啊，真的吗？难怪他叫平民天后啊。后面已经笑成一堆，你们怎么样？你太平民了啊！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练习的情况，请看。来。上次在红白胜利输掉了，那我们这次要扳回来。国父革命也是一次嘛，这输了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们还有好几次。不过这次我一定要跟我表姐大对抗哦，是非常的看。不过告诉我表姐，你输定了，因为我徐怀钰已经出场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徐怀钰带来表演。飞起来，妙妙妙，怪兽耶！直至会交通，为什么要管我？
徐怀钰的三首歌，淋漓尽致啊，出神入化，每一个表情都非常的生动。对对对对，而且尤其他几个动作，其实可以发现从他身上知道徐怀钰为什么受到欢迎，他每个动作都有他的特色。不会，我感觉好像看完他模仿完徐怀钰之后，我蛮想扁他的，奇怪。怎么会有这种？我是因为队长，不然我也参加去扁。他有几个表情好贱呐！他不是光对电视有表情呢，一个转身呢，还是有表情哎。他还有表情、啊，还在转换跟我们打情骂俏的，你看，真的。王菲，您来批评一下，这是咱们这个现在当红炸子鸡啊 ，UK 徐怀钰，您觉得他可以走红多久？您看过他表演没有？会干掉你吗？会干掉王菲吗？会吗？这不太可能啊。啊，不太可能啦。我是说他动作我也会啊。啊，你也会吗？王菲也会跳徐怀钰，会徐怀钰，你不要骗我了吧？王菲很文静。我什么不会？那您学王，您会那个吗？那个、王菲，你跳徐怀钰的舞看看。哎呦哎呦！就是觉得你一切都刚好，甚至你命令又喊的微妙，喜欢看你严肃的思考，柔软的头发，傻傻的微笑，每次你都说的头头是道，你的愿望每句都在上朝，太多人追我，我也很烦恼，你却不知道，你不特别，姐妹都像我。有王菲不得了啊，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可以看到王菲跳徐怀钰。那现在可以看徐怀钰跳，不，他唱王菲的歌了吧？这个还可以吗？这个比较难一点。啊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就不提就说不行。不勉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他模仿你，你也模仿他。我尽量了，我不敢说我很厉害了，那我尽量像他行，我也行的了。哎呦。行，我也行。如果他那个样子嘛，我、不，您好像差不多就这样的。没这德行吧，我。行。我好怕两位都打起来了。唱他的歌嘛你。王菲的歌啊，那我唱一段《色戒》好了。好。要谁的歌啊？我还没听过嘞。王菲的喽。这您的歌，这您的歌啊。不常唱嘛。比较不红了，比较冷门。哎呀，给他难看。好，那我就唱一小段好了。